我是喵喵，一个与酷打了6年交道的女生。在我眼中，每个人都能有不同的美，往往需要的只是一点的改变。就在我的节目中 ，Training is coming。我是 Alan 侯超鹏，一名职业的拉丁舞老师，也是现役选手。自己之前的整体着装风格是偏暗黑系的，想通过这次活动，能让自己更加年轻，更加的硬朗。今天改造这个男孩呢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暗黑色系的一个代表，整个的服装搭配里边比较死闷，会让他加入一些运动的一些元素在里边，让他变成一个拥有90后男孩的那本身的那种运动和阳光的气息。一组品牌一直走在香港本地服装设计的最前端，着重用自我创作及配搭凸显个人风格，品类多元化，充满年轻人的时尚张力。首先选择一件竖条纹 T 恤拉长体型，美式休闲复古元素营造出随性的时尚感，在今夏很受欢迎。浅色系短裤在夏日里更显轻快，同样是充满运动休闲感觉的款式，在印花设计上延续了美式复古的风格，字母等元素永远都不会过时。军装风格外套增添硬朗感，迷彩元素非常百搭，造就元素上的冲撞感，彰显出年轻人的活力和不羁，也无需担心整体上的不和谐。模特是专业的拉丁舞选手，腿部肌肉线条比较明显，一双颇具特色的短袜增添整体造型的层次感，弱化模特体型上不够完美的部分。推荐运用一双皮鞋营造混搭感，避免整体上过于休闲。这双鞋材质拼接的设计是亮点，英伦款式独具风格，便于穿搭。想改变吗？关注我的节目，随时与喵喵进行互动，等你哦。